新生殖中心在六月份驻诊了台中名医谢文国医师。谢医师不只是微创手术的专家，听说在学生时期还是一名最佳辨识。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他有多会辨。待会总共有两个关卡，每答对一题就多出了五秒的自我介绍时间。我们就来看看谢医师总共可以答对几题吧。身为一位优秀的妇产科医师，对诊所的了解是必须的。第一关，诊所的快问快答。第一题，大西的电话号码是04-2320-6969。第二题，大兴旁边有一个火锅餐厅，闽王麻辣火锅。第三题，请问大兴生殖中心这栋楼总共有几层？四层，连地下室一层。第四题，请问大兴生殖中心的地址是什么？台中市南屯区大进街449号。第五题，请问大兴生殖中心晚上的开诊时间是？晚上6:30到9:30。Nice。第二关，名词解释，请以简短又让人充分理解的方式解释专有名词。请解释双小子宫是？它是一种胚胎发育造成子宫的先天性的一个异常。请问巧克力囊肿是？巧克力囊肿它的学名是子宫内膜异位症，那大部分都是发生在卵巢两侧。请问什么是恶露？恶露就是生产后的孕妇她的子宫内容的一些蜕膜跟一些。那么我们刚刚总共答对了8题，我们总共有40秒的自我介绍时间，但是这个自我介绍不能够提到你、我、他哦。开始。好，在下谢文国，在台中荣总接受完整的妇产科专业训练，很高兴来到大兴妇产科诊所生殖中心，继续的为台中市的患者服务。很高兴在那么好的一个工作的环境当中能够发挥我的专长。Oh no！ 喜欢我们的影片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，那我们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